中国造出几艘航母、几架大飞机和航天器不算什么，大国工业不在于此，而在于能不能安心造好一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单反相机。单反相机才是工业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。随着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被中国摘走的越来越多，网上某些不明生物那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明珠，这不又给他们找到了单反。据这位不明生物的吹嘘，单反相机超级厉害，在他的面前，中国造的航母、飞机和宇宙飞船都不值一提。一台小小的单反相机是集成交叉诸多学科领域的结晶，是当之无愧的工业皇冠上的明珠。中国连一台单反相机都造不出来，还敢称工业大国？说实话，这样的言论看着让人头疼，憋笑憋得头疼。对于某些群体来说，只要中国不生